鸿星尔克销量同比暴涨52倍，三个直播间都没货了，全部被卖光了。小姐姐说，你们2天买了我们1年的量，全部都是预售了，求求你们别刷礼物了。网友上棉袄上鞋盒，背后的架子卖不卖？主播已经开始表演才艺了，中国人就是不会让好人吃亏，大家都太可爱了。